life is a hard game, don't you blame. It's your chance to arise your aim. Let your spirit be brave, always fight to hold your name. No matter how bad or rough, you never surrender.师傅，小龙啊，从今天开始，你就跟大师兄一起对练。真的？那太好了。到那边去练，去吧。谢师傅。 咏春拳讲究实战，通过对打才能检验你们的拳术是否进步。今天我要看看这段时间你们的功夫提高了多少。下面各自配对，分开练吧。 小龙，咱俩的练怎么样？好啊，师兄，我正想跟师兄学几招呢。秦丽，小龙刚来，你俩不能配对。师傅，我不怕，我就想跟师兄学几招，不跟高手练，武功怎么会提高呢？你不怕挨师兄的拳头？当然怕了，但是不挨拳头，武功怎么会长进？那好，一会儿让他三招。 身形步伐重心要正确，这样你的拳脚才能快、准、稳、狠。师傅，明白了。花架子全部去掉，再来。就这样，练拳是为了实战，不是为了演戏。注意控制自己和对手之间的中心线。
这样攻才可以得手，防才可以奏效。就这样。行。师兄。师傅，你笑让他三招，这不公平。好，真好。好，你先下去吧。啊。好了，小龙啊，你刚才是乱拳加偷起脚，是邵大师教你的吧？不是，是我自己琢磨的。自己琢磨的？那你告诉我，怎么琢磨出来的？在上个学期，我在学校挨了一个练拳击的同学的打，我不服气。后来，我就从武打方面的书籍里面看到了一句话，叫“猪往前拱，鸡往后跑”，他们各有取势之道。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防守的时候得学得像猪样，然后攻击的时候要学得像斗鸡的样子，疯狂地捉对方，猛烈地扇着翅膀。其实这都是表面的，这都是为了迷惑对方。关键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目的是逮住空当起脚，就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要对准他的要害部位发力。文人们胡乱编写的武打书籍，你能悟出这些，很好，这招很实用。我说过，习武的关键是心，只有心智敏锐，才能从万事万物中参悟武道。小龙，就这样参悟。好，小龙知道了。师父，习武最最关键的是在于心。你悟性很好，练武的时候切记要摒弃华而不实的东西，要剪枝蔓，立竹脑。小龙知道了，剪枝蔓，立猪脑。哎，师父，什么是猪脑子？我不是说什么猪脑子，是剪枝蔓立竹脑，主要的竹。剪枝蔓，立竹脑。对，小龙记住了。好，去吧。是。小龙，你还有心思在这看书啊？小龙，你会后悔的。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你知道吗？小曼是哭着上船的，临上船她都眼泪汪汪的等着你。哎，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告诉他不要去，他偏要去，这不能怪我，要后悔的可是他自己。你还来劲了是不是？哎，我别的不担心，我担心布莱尔那鬼佬见了小曼。够了，你瞧那色眯眯的样子，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哎，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哎，你走火入魔了，我这都是替你着想啊。哎呦，你看干嘛呢？多可怜呐，两眼泪汪汪的。你打我，你真是不识好歹。我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啊？鼻子都打出血了，这小龙怎么能这样？抬腿。你疯了啊！你怎么可以打阿林呢？我不是故意的，没想到会打到他的鼻子。真不够意思。你有气，就去打布莱尔，打我算什么本事？哎，小龙，你真不该让小曼哭着走，我看着心里都难受。呀！哎呦！过来，大家都过来，今天。师父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大伙交代。今天咱们武馆接到了台湾同盟的邀请，我准备带六名弟子到台湾各大学讲演咏春拳，顺便和同盟武馆进行武功切磋。这次台湾之行对你们提高武功非常有好处。
今天比武的前六名随我赴台。下面开始比武，第一轮打赢者进第二轮，第二轮的胜者随师傅前去。开始吧，小龙、新力，你们两个一队。好。好，开始。停。新力，你赢了，站到这边来。师傅，你不是说凡事要公正吗？可是这不公正啊。小龙，你怎么能这么跟师傅说话？师傅，我们还没有打，怎么能说他赢呢？你俩未战，胜负已分。我不相信。师傅，要是打，我一个回合就可以把他打倒。那就试试吧。尽力让他三分。是。呀，再来一次，我肯定可以打赢他。好，新力，你再让他三分。忠良，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带我督促师弟们练功，尤其是小龙，这是我好友，他的武性和悟性都非常好，你要让他的心彻底平静下来。我懂了，师父。我是真想带小龙去啊，可是让他磨练磨练吧。记住，忠良，你一定要让小龙继续练好基本功，还要让他增加强度。徒弟们训练，木人壮。师父，不走了。好。回去吧。不，等师父走了以后我再走。其实啊，这次师父去台湾，你应该能去的。那为什么不带我去？那天自从你用你那招乱拳加偷偷起脚打倒了新力，师父就有意带你去台湾。可是师父觉得你的这种求胜心理有点太急切了。那难道求败吗？欲速则不达，
小楼，那天你跟新力打擂台的时候，你全身的肌肉都是紧张的。你想想，你能赢吗？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师兄，啊，师兄，你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尽快的提高实战的办法？还是那句老话，一是练好基本功，二是常与人切磋。哎，师兄，你可以天天跟我练吗？师父把这么多徒弟交给我，我得招呼他们，而且练对打，要常常与不同的人切磋。等师父回来，弟兄们回来，你就有人交手了。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来接招。嘿，来，师兄，我一天也等不了了。小楼，你的天分很高，但是精力不集中，太急了。哎呀，不急不行啊，你知道吗，师兄，我的假期就那么长，我得抓紧时间学到更多的东西，你说是吗？练功啊，是一辈子的事情，急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你知道吗，你要抓紧练基本功，不要老是练木人桩。可是师父让我练木人桩的。是师父让你练木人桩，是因为你悟性很高，但是你毕竟习武的时间很短。我和师兄弟们都学了3年才开始练木人桩。师父也常说，没有天分就成不了咏春拳大师，有天分不扎实那也是前功尽弃啊。我知道了，师兄。嗯，好好练吧。是，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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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好，干了吧。嗨，阿林，怎么，你在这里打工吗？什么呀，这是我家新开的酒楼，这不刚刚开业，还没弄好。哎，君子，以后你可以带朋友来吃饭，我给你打折。你家酒楼真漂亮，这些日子你见到了布鲁斯里没有啊？他在干什么？你说他呀，他在咏春堂练武呢。哎，君子，怎么你找他有事儿？没有，我随便问问。再见。啊，再见。这样练下去是要伤身体的，你要多动脑筋，多思考，有目的的练。知道了。哟呵，Jones，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难道你的暑假作业就是和大叔打架吗？哼，那又怎么了？走吧，布鲁斯利，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孤独的人，我想请你喝杯咖啡，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来啊。秦小曼，她现在有消息了吗？布莱尔也没有消息，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你请我来就是想跟我说布莱尔？当然不是，我恨他。就是因为他不带你去演出吗？好了，你别多想了，布莱尔他是替我去的，中学生联合会根本就没有选上布莱尔。那你为什么不去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喝完了咖啡，我想请你去恰恰舞厅，那个最好的恰恰舞厅。不，我不感兴趣。对我还是对恰恰舞？都一样。你很有个性。我这个人爱说实话。是因为布莱尔的原因你才对我这样的吗？其实布鲁斯利，你也许现在还不了解我，我从心里根本就没有瞧不起你，一直没有。我很敬佩你，我甚至一直想让你教我跳恰恰舞，因为你是华裔，所以你对我，你对所有的英籍同学都怀有戒心。不是我有戒心，是你们觉得我阿林还有别的华裔同学根本就不该和你们这样的人坐在同一个教室，还有那个讨厌的英格林。你不要生气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没想到英格里还有布莱尔根本就没想让我去演出。布鲁斯林，你不该把秦小曼推给布莱尔。我没有推小曼，是他自己没骨气非要去的。什么是骨气？不去就是骨气吗？我不明白。你永远不会明白。布鲁斯林，我请你喝的是咖啡而不是火药。对不起，如果你实在不想听我说话，那我走。等一下，你应该很绅士地跟我说再见。啊，十二金黄二鱼是吧？啊，好，没问题。哎，马上给您送去啊！啊，好，哎，再见。哎，阿林，啊，你干嘛去？啊？拿着，送鱼去。张老板要十二金黄花鱼，你到咱们家鱼档取十二金黄花鱼给他送去。爸，你看我都忙了一下午了，一个假期都在家里。你不能老是让我在家里干活吧？哎呀，咱们家酒楼就要开了，啊，这鱼档总得有人看着吧？那你多雇一些人呗。雇什么人？我雇人？雇不雇人你说了算吧。我就知道你要去找那个李小龙。不行，你给我送鱼去。穿上。别去找小龙啊。阿林，你怎么变成鱼贩子了？一个假期都没闲着，都帮家里干活了。哎，眼看着就要开学了，作业做完没有啊？作业是做完了，我担心你开学补考怎么办呀？嗨，管他呢，大不了不上学了。那哪行？那不把李伯伯气死？哎，我呀，这个假期过得真窝囊。哎，小曼来信没？没有。我看见 Juice 了，他找你没？嗯，他还请我喝了咖啡呢。他还请你喝咖啡？嗯，怎么会这样？哦，他不会趁虚而入吧？哎，他还有别的景没？说什么呢你？哼，迷倒他，气死他。哼，那得看我愿意不愿意。哎，臭美吧你。哎，小龙。没说完呢。
往下说呀你。看什么你？你为什么和自己的衣服过不去？这你管得着吗？干什么？干嘛偷偷看我？就你那两下三脚猫的本事，我还用偷偷看？你，滚开！这条路谁都可以走，你为什么这么霸道？今天老子一肚子火，别惹我！哎，小龙，咱赶快走吧。有本事找高人练练，和不会说话的衣服出气，哼，还算个男人。老子今天就找你练练。嗯。小龙，你看他那个样，又瘦又小的，跟叫花子似的。你把他打伤了，没人给他买棺材，算了吧。哼，我告诉你，谁打坏谁还不一定。好啊，今天心情不好，本来想放你一马，你还来劲儿。老子今天见了谁都想打架。你要打架？嗯，来。叫什么名字？功夫，出来试试功夫。功夫，功夫。你不到下面去看看吗？你为什么也不下楼？跟你一样，我更愿意待在这里。回来就回来吧，跟我有什么关系？秦小曼还挽着布莱尔的胳膊，我管不着。你真的要放弃秦小曼吗？是他自己要离开我。我失礼了吗？你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布莱尔吻我，我不喜欢你这样偷偷摸摸的。只要你做得好，我会的。嗯哼，嗯。
师傅，临近鱼档的伙计送鱼来了。嗯，王师傅，好鱼好鱼，你要的鱼，拿下去吧。来，小伙子，小子，倒茶。天挺热的。您喝茶。小龙，你等一下，你得听我解释，我可以告诉你一切。我对这个没兴趣。小龙，你不能这样对我。为什么不能？ Hello， 哎，阿林，你今天这么早啊？今天你得请我喝酒了。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帮你打听那个黄皮小子，我找着了。在哪里啊？原来那个黄皮小子是王医生武馆的小马仔。马仔啊，以他的武功怎么可能当马仔呀？真的，我亲眼看见他。昨天我爸让我给王医生武馆送鱼，我亲眼看见那黄皮小子在给王医生沏茶倒水，哈着腰大气儿都没敢出，也不敢说话。他还给我倒了一杯。给你倒一杯？不可能，你别编个故事来骗我酒喝。那么厉害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武馆当马仔呀？我跟你说你还不信，我给你打赌。真的？真的。好，要是真的话，我就请你酒喝。我去找他。哎，你干嘛去啊？到王云生武馆呢。你不能去啊，万一要被打了呢？不可能。今天头两节可是英格丽的课。那就跟英格丽小姐请个假嘛。理由啊，由你自己编。请。我一听这个声音呐，别人不说啊，我一听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心里踏实。郑天听也有心烦的时候啊。哎，我身边还真就缺这么个声音。哦，等他们练好套路，我安排一场比赛，你自己挑人。那我知道。大师手下无弱徒。李桥兄见笑了。现在呀，你说这个世道啊，一个人想做点好事儿，可得防着点什么，是吧？哎，是啊，李超兄，只要你看好的，你领走。反正这武馆里的徒弟不可能跟我一辈子。嗯，那是那是。不过大师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不敢，不敢。见过王师傅。有事吗？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是哪来的？我是咏春堂的，我就是想来跟你的徒弟们切磋切磋。切磋？是谁指示你来的？没有谁，我自己要来的。我和你师傅算是江湖上的朋友，不过我还从来没听说叶大师手下的人敢不请自到。在我的武馆妄言什么切磋武功。哦，不是听说叶大师去台湾讲学去了吗？是啊，师父不在家，所以是我自己要来的。看来啊，叶大师没有教你武行的规矩，是不是？没有啊，师父把武行的规矩都教我了，所以是我自己要来和他们几位切磋切磋，不是砸您的武馆。哼，切磋还严砸武馆？哼，你口气太大了吧。去。啊，
师傅，我想找那个黄皮武士练一练。跟他练练。子龙，还是我扶你进去吧。不用，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受伤了。你回去吧，把车给我。我琢磨，小龙是去王云生武馆偷艺去了，所以才挨打。真的，小龙不是打架伤了的。李伯伯、伯母，你们不要责怪他了。事情就是这样。这小龙啊，自从拜了师以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一进了屋啊，就琢磨，要不然就在院子里练啊练的。哎呀，不知道他整天都在想些什么。这次让他挨一回打，吃点苦头，这是好事儿。他从小就是霸王一个，他心里头放得下谁呀？就让他受点挫折吧。好了，赶快过去看看，看看你儿子，让他收收心，好好学习学习。哎呀，你快去。师兄早。
你懂不懂规矩？你说说为什么？师父教给你的武行规矩都当屎拉了吗？你想惹起两家武馆的争斗是不是？这会闹出人命的！你这个混账东西，混账东西！师兄，师弟，向你赔罪了。你怎么了？我踢中你了吗？没有昨天的那脚重，我只是来不及躲了。怎么，你昨天挨打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师兄的脚就上来了。扶着点小楼，还站着干什么？不用。你在王云生武馆受了伤也不告诉我一声，伤成这个样子，我出手太重了吧？没有，师兄教训得对，你别太内疚了。要是我跟你一对一的单练，你也不会给我机会中那一脚。到现在，我还在琢磨师兄的这一脚呢。哎，我真是气懵了，你知道吗？我接到王云生武馆的信函，我心里什么滋味？说实在的，两家真的打起来，会出大乱子的，不死即伤啊！师兄坐啊，我都知道，师兄是为我好。我们不说这个了，师兄，你知道王云生武馆那一脚，跟你踢的那一脚，有什么不同吗？王家的腿脚，凶狠，动作幅度大，踢在身上，就像抡开的大棒子，砸在身上一样。而师兄的速度特别的快，迅雷不及掩耳，就像锤子凿了一样。我就在琢磨，要是把王家腿的力量加上咱们咏春拳的速度，那可就厉害了。哼，你呀，都什么时候了，伤得这么厉害还琢磨这些东西？我知道咱们咏春拳讲究的是黏打，越近越容易发挥他的特长。王家腿脚功夫凶狠，拉开距离打，只要是留下足够的空当，一脚就可以解决问题。跟师兄说心里话，我就是想去尝尝他脚的厉害，所以我才去了王云生的武馆。那你还不是去找死？我不是找死，我是找打。你这个武馆怎么办下去？手脚可以伤，可以断，王老板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马虎，明白吗？看招！我不是来打架的，请您不要侮辱我。